闻新萧鼎泉本可相认的安的时刻。象征。气象多天了，哎，别走啊！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不愿来迟。啊！明日午后，我会去大相国寺，陈代小女向殿下请罪，以后不要你那个贵人进来。啊！你有力量影响广阔的人，我也有。殿下，明早要前往行宫，今晚殿下交代宫女东周事项。啊！能够见殿下一面吗？我们在哪里见过？你的声音还有。后弦宫，俺曾经冲撞过他。你说的是？是。想要先走后弦宫，不行。从今非常爱慕殿下，我还以为只有曾经是我对手的那位才会让你们这么说呢。啊！一时之梦，可我是